亲爱的粉都是最有良的红薯粉，大家知道吧？最劲道、最 Q 弹、最耐嚼，是压低被神奇汤串，想不想？想不想吃？这个鱼肉含量都是大约60%，可贪贪，把溜溜 Q 串串不完的呢。来吧，一口五个鱼丸，为什么难住自己？香的咬起坚果鸡腿是最香的呀，软烂脱骨了，妈呀，这个汁水充盈的，馋不馋？鱼丸在家搞一整只鸡，太爽了吧！鸡胸肉怎么吃好吃，蘸着关东煮的汤汁吃最好吃。汤底要是真还想加那个印度魔鬼酱，贼浓郁。特别现在最流行的词儿叫什么？麻溜溜，辣在这儿了。山东人不要来打我，我真的好渴。看看底下竟然不会觉得贼，蛮好用。爽了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，喜欢小花喜欢点赞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这一桌太爽了，进来一个果汁气泡水。